跟着时代潮流变化，亲子教养的问题也很多元，如何成为孩子生涯抉择的神队友？基隆市学生辅导咨询中心与五人国中特别举办适性辅导教育的宣导活动，邀请到两位专业讲师，生动的分享如何帮孩子找到生涯亮点与人生舞台，现场吸引满满的家长参与。我们过去在学习过程当中大概的经验也无法成为现在孩子学习的参考，那我们唯有不断的吸收新知，给孩子做讨论，那如果家长有任何的问题，我想学校或者教育处都会随时提供咨询。我想重要的是我们保持的开放尊重，那跟孩子做讨论。我想生涯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最适性，那期待我们都可以成为孩子的神队友。今天很开心看到这么多的家长来参加我们适性辅导家长宣导，显见我们家长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发展都非常关心。我们十二年国教就是希望适性扬才，让每个小朋友都能够找到他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方向，发展他自己的专长。整合家长、社区、团体及企业，多面向的审视适性辅导教育，鼓励家长陪伴、理解与鼓舞孩子，让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成为孩子生涯抉择的神队友。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